我的关心来自好红红的消息，这是嘉北国小重视科学教育，推动科学娱乐营、科学展览专题研究。连续三年因系家己起科学展览竞赛，国小团体组的好成绩。其中红透半边天、全员彩虹登场，将在1905年全国科学展览摕到第三名。嘉北国小科学教育积极推动科学娱乐营活动。科学展览专题研究连续三年荣获嘉义市科学展览竞赛国小团体组的优异成绩。我们这次像老师在目前在指导的，就是我们过去在参加科学研究的时候，科学展览会的部分得到那个嘉义市的全市的第一名，到全国比赛也拿到全国的第三名的成绩。好，那目前他们进行的教学的实验就是有关彩虹的这个实验。风头半天边。专员彩虹登场，作品参加嘉义市1905年科学展览竞赛荣获国小组物理科第一名，也来参与到全国科学展览第三名。在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团队合作，团队合作是在过程中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少了这一项，就没办法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嘉北科学教育在寒暑假。就拢会引进到太阳能车的竞赛，乐高机器人的赢队，结合诸如科普探索处的活动，教育开发学童科学创造的潜力，推动科学普及的教育。谢谢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